航2020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跨年盛典即将于12月31日20点播出。董卿、任陆毓、朱迅、李思思、李哥、马奇、马跃、狄子萌、张强、蓝宇、图画组成的央视十大主持人天团带领大家向着2020幸福起航。这里有最满意的生活，也有最幸福的畅想。雷佳用一首赤子唱出了山高路远处心不忘的家国情怀，孙楠一首盛世中华唱出国泰民安复兴梦圆，魏大勋、关晓彤世界上唯一的花展开了乘梦起航梦向花开的大美中国画卷，宋祖儿、曾舜晞、陈学冬、古嘉诚、郭俊辰演唱《妻子之歌》《东方之珠》等时代经典，带大家重温时代记忆。宋轶、许巍、周满怀，我们都是追梦人的激昂，奋勇奔向天地跑道。李宇春与中国女排代表惠若琪演唱的《和你一样》，激励大家全力以赴追逐梦想。这里有最温暖的故事，也有最动听的旋律。晴岚雪落下的声音，婉转的音符中，让人看到晶莹澄澈的白雪世界。蔡依林气场全开，怪美地日不落两首连唱点燃舞台，瞬间变成大型蹦迪现场。张嘉倪、马超夫妇、杜江、霍思燕、好一家等家庭组合，共同诉说着爱的暖暖，也用你笑起来真好看唱出美好生活。杨颖将与萌娃们同台互动，高唱最好的未来，这里有最美丽的青春，也有最难忘的回忆。一批批光彩夺目青春不老的艺术家为观众带来一首首经典回忆。当歌唱家李谷一和青年演员张若昀唱响年轻的朋友来相会，我们与青春相约，从1980年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，到2000年的20年后再相会，到今天的再次相约20年，作曲家古建芬用经典的旋律谱写了一代又一代人关于青春的记忆。今年已经84岁高龄的古建芬还亲临舞台与观众身，请相约再过20年，他还将继续写新歌唱青春。12月31日20点跨年盛典将在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综艺频道 CCTV3 音乐频道 CCTV1 5并集播出。